心智嘛。当初要入社的时候要取个英文的 nickname， 那时候想要取什么？因为我本身是泌尿科医师，泌尿外科医师。有个 PP 介绍我进去，就是说 David 就跟我讲说，你看就叫 Birdie 好了，一看就知道你是做哪一科的医师了。可是呢，我说我跟 Skin 不一样，因为我不打高尔夫球，所以有点歧视到你了。我就想到蔡荣州老师哈，知道我们医学院合唱团三四十年来哈。把我从一个爱吃的胖小孩培养到一个会唱歌的爱吃的胖小孩，所以我就以我在学生时代唱的男高音作为我无伦社的 nickname， 所以我叫 Tanner。 那很开心，去年我也介绍了一个学弟，有一个小儿科医师，他是 Bass， 所以全世界有现在有三万多个无伦社，唯一里面有 Tanner 跟 Bass 就是我们中心无伦社，非常感谢。